港台今集得我杰拉德，梗系唔系啦，仲有两位神秘拍档啊！喂，大哥，我系老温，系志伟，伟哥，系同埋老温啊！伟哥出现啦，系咧，哇，好耐冇见喎！退休咁啊，我咁耐冇见，我仲咧谂住你选总统添啊！我得咗啦，咁我好大，我好多嘢做噶要，你知啊？好啦啊，系啦，咁啊讲下最近一个都对于移民台湾嘅热门话题之一啦，因为陆委会咧就有个回应翻各界人士嘅一啲资料啦，咁啊嗰几点嘅，咁其他嗰几点就同基本上就同大家冇乜直接关系啦，咁啊基本上都系以投资移民嗰个嚟讲啦，即系第一点嗰啲咩国安嗰啲就即系睇下自己咩身份啦，嗰啲我唔讲啦，嗰啲啊冇乜意思啦吓，咁投资移民嗰个。投資移民他說要求公司至少營運三年並聘請兩名員工回歸投資本質，這件事就比較多人去討論的，那我們又講一下啦，那都是又講幾句廢話先啦，其實這些東西雖然以前就沒有說要營運三年，就是舊制年代四五年前的啦，其實我在我的節目已經多次講話不要做那些古靈精怪的生意，即係嗰啲一睇都知好流嘅，因為你600万營一間資本嘅公司係應該有一定嘅規模噶嘛，嗰時都講過。不過算啦，幾年前嘅講你都冇意義㗎啦，即係講開就講嘅。咁所以咧，陸委會出呢封嘢咧，講真，我真係冇辦法可以話政府就錯，因為好多嘢都係申請人造成嘅，歷年嚟，甚至乎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，我就知啦。係。今時今日新制嘅。已經規定請開即係要租 office 或者租鋪頭請兩個人已經規定啊，依然都有人啊古古惑惑嘅，咁所以你話政府可以點做啊？換轉你係移民處理點做？同埋舊制嗰啲，即係當然舊制嘅，而家好多都收到所謂加監信啦，要做多一年生意。講真，去到呢一刻我都覺得係好痛苦嘅申請人，咁但係冇辦法，亦都一個事實。攞完身份證嗰批，就算去年年中或者 年下半年好順利攞身份證嗰啲咧，都急不及待咧，一係就離開台灣啦。啊，唔係啊，離開台灣唔係第一步，第一步係先 close 公司啊，先執咗間公司，然後離開台灣，都仲有好多呢啲咁嘅人。咁你話政府點？你換咗移民處話我咁快俾身份證你，你哋又走嘅，又或者又刪公司嘅？即時撤資啊！咁肯定後邊更加嚴啦，係嘛？呢、這個。因果循環啦，即係嗰句啦，咁你哋都聽唔少啦，咁咪大家講下咯。不過話時話你之前我哋話好似唔多講呢啲咩移民台灣啲話題嘅咯，基本上少講咗㗎啦。係咯，已經盡量唔講㗎咯，因為講得多都俾人詛咒啊。唔係，勸喻佢哋又唔係，講翻啲正確嘅嘢又唔係咁樣。講多都沉嘅，忠言逆耳啊嘛。咁但係今次就真係出咗信出嚟啦，直頭，即係講到明係咩事咁樣。我覺得即係移民處方面真係都好認真對待啦。講真，即係你唔可以再用僥倖啊，同埋用以前嗰套嘢嚟玩咯。人哋已經睇穿曬啲嘢啦，舊制都當你新制咁玩啦。係啦，咁你仲可以點樣？係咪先？變咗，我覺得大家更加要即係謹慎同埋去認真，即係去針對呢件事咯。他已經講到明話，譬如最少嘅新即係新制都要最少三年啦，肯定又要兩個人嘅員工嘅情況下，咁你又認真即係唔好再搞兩個人啊？點樣解釋兩個人啊？又要咩啊？各樣係咪做兩個鐘嗰啲都可以啊？點搞咁多嘢？人哋傻嘅咩？講明就係咁噶啦，唔係傻嘅咩？哦，咁唔知啦，台灣好人嘛啲人係咪啊？咁你咪政府部門都係好人嚟噶嘛，是但啦咁樣噶嘛。咁你咪駁佢就係可能傻嘅，可能隨時唔批咯，係咪先？所以最好就係我即係嗰段嘢咧，我最嗰句有一句係我好中意嘅，回歸投資本質。你講都冇用，你搞咁多花神嘢，你真係我坐喺度，譬如我真係我真係。我調翻轉，我係移民處嘅人去諗啊！我坐喺度翹馬手等你，我話以日待勞，我揸住印嘅啫。我揸印章 approve 一 reject， 你哋做咯，我俾曬出嚟啦。而家好簡單啦，回歸投資本質，你咪去玩咯，你哋好啦。好似頭先你話齋，我請一個 part time， 請兩個 part time， 請一個夥計，咁兩個變一個嗰啲咧，話成日請唔到人嗰啲咧，冇所謂㗎，你咪慢慢玩咯。
好啊，以日代勞。總之我揸住個啲屎做嘅啦。啊，開鋪頭兩個夥計，我唔好啊，唔隻再做多年，啊唔都冇數啊，十年都得嘅。我未退休啊，啊你有排玩，我未退休啫嘛。而家一年即係後期嗰啲咧，一年咁啊真係要做嘢啦。真係要用心做嘢啦。咁啊做一年都俾身份證你嘅。一年都係俾嗰陣時啊，好多就我哋個批谷友都係啦，都照俾身份證嘅，又唔睇你營業額啊，即係你總你肯做，即係當然唔好太少啦，連埋嗰啲啊嗰啲夾夾陣嗰啲啦，都俾身份證嚟嘅。到今時今日，唔好話新制先，舊制先，你做少一年都死嘅。而家唔係講一年啦 ，sorry 嘅，基本上以我理解咧，最少兩年至三年，一年制嗰啲嘅。即係舊制，俾心機做咧，咪先真係俾心機做咗佢。咁你成日好多人，我見到好多人鬧喺網上鬧政府啊，呢樣唔啱，嗰樣唔啱，啊呢樣唔合理，嗰樣唔合理。好火爆啊！最近啊，係唔合理，就關政府欠曬佢哋啲嘢。係啊，唔合理，咁你咪走咯。即係等於你對住你老闆成日鬧你老闆，哇又唔加人工，做你咁辛苦，你咪辭工咯，係嘛？呢個政府你講到一個政府咁衰嘅。你仲留嚟做乜嘢啊？我想問你，講到台灣一文不值嘅，咁你其他國家好你咪去咯，係咪啊？即係英國好、澳洲好，其他好咪去咯，揾你嘅良禽擇木而居嘛，係咪先？你唔中意咪走咯，係咪啊？即係我覺得就話你要嚟台灣，你就首先你要心理準備先。而家新制嘅情況下，你要有筆錢啦。基本上冇得走雞㗎啦，兩個夥計加一間鋪頭，仲要加埋你營運嘅生意，啊你真係冇六球甚至以上你搞唔埋唔到單嘅。預咗蝕三六百先㗎啦。你賺唔賺錢係其次，因為如果你咁叻賺錢咧，我諗你香港都唔應該走嘅，你喺香港都發緊達嘅，係咪啊？我夠膽講十個嚟，有九個都未做過生意㗎喺香港，全部都係打工嘅啫。根本打工同做生意係兩個世界嚟嘅，係咪啊？打工的夥計就向上望，望住老細點解幾時出糧、幾時放假。上邊望落嚟，老細望落嚟，我擔心有冇生意，有冇糧出俾你哋啊？我啲貨金收唔收到？賣咗俾人可唔可以收翻錢翻嚟？我係好即係老細望落嚟係好多，即係好多嘢去諗嘅。同埋我加個有，譬如我二十個夥計，我加人工加一個兩個加得好好，其他加得唔好唔得噶嘛？係咪啊？即係好多時佢要平衡噶嘛。所以大家望嘅嘢完全諗嘅問題唔同，係啦，代翻來個政府一樣。我喺政府立場望落嚟，我唔可以喂阿老温，我 friend 佢嘅，我淨係招呼佢嘅啫，啊，就得㗎啦，其他唔得。但政府唔係咁樣嘅，佢一定要一刀切嘅，因為佢公平啊嘛。不患寡而患不均，政策一致咯。不患寡而患不均啊嘛，係咪啊？我唔可以對一個好。一個社團好，對其他人不好噶嘛？喂，你有香港人嚟啫，咁我有幾多鬼佬嚟啊？外國人啊，日本人啊，係咪先？有幾多外地外國人嚟啊？喂，對香港人特別優待嘅喎，仲要隻開隻硬幣。但係嗰啲鬼佬咧，嗱，傑達你就知啦，嗰啲外國人入嚟，哇，住幾多年啊？要投資幾多錢啊？喂，到而家對香港人仲係好優惠喎，其實。所以我咪話，你再鬧政府咧，就不如你離開台灣，唔好搞，即唔好申請，你去你嗰啲好好嘅政府嗰度去享受生活啦，即係唔好，即係嘥時間咯，嗰班人。會唔會嚟嗰批香港人，佢會對台灣政府係好高期待噶嘛？其實應該好好招呼，係咪先？更寬鬆，更去接納香港移民過嚟嘅人，係咪先？我帶錢過嚟喎，嚟使喎，係咪先？咁你唔應該再執得咁正嘅話，要請呢、這個請嗰、那個，係咪先？理論上你可能嘅期望係咪好高咧？私底下咁講啦，你唔好過嚟啦，大佬，你再帶幾百萬過嚟咧，好大鑊啊！而家啲台灣嘅匯率好大鑊啊！我即係一次啲錢都換唔到台幣。即係係咪會唔會好多香港人係有咁嘅期待嘅？
所以突然間台灣政府收緊好多，跟住要求又多咗，個人覺得冇理由喎，你應該對我好，點解會咁樣啊？突然間咁啊！即係我咁講啦，打香港過嚟台灣嗰班人，大部分都係打工嘅啫。嗯，有錢嘅人我唔敢講啦，一定有啦。咁啊，好有錢嘅人，即係真係好有錢嘅人，我覺得唔係太多嘅。即係所謂有錢，即係唔一定會揀台灣。你話有一億兩億台幣嗰啲啊，兩億三億四億台幣嗰啲，先問下自己有冇先。台灣真係好多好有錢人嘅，好多好多有錢人。真的不是即是你來到落個地就知道了，那我們那些小料來的嘛，人家那些揸住單位，哇，揸住個爛車、爛機車，穿條短褲拖鞋，這棟別墅收租的，十幾間樓的，這棟我的，那棟是我的，那裡還有幅地啊，在彰化就幅地啊，幾幅地是我的，那些平時揸架爛車咁樣，大有人在。你見到台灣很多新聞咧，嗰啲富二代咧揸住啲靚車周圍去搞事啊，嗰啲根本就上一代有錢人，大把有錢人，反正揸住即係兩三千萬港紙，都唔好講自己有錢啊，即係叫做中產啦，香港叫做你叫做中產啦。喺台灣好多你話有錢嘅，亦有好多有錢人過你啊，當然窮亦好多人窮過你。咁但係即係話，我哋只係一個普通嘅一個，即係一個中產階中產人士啦。同埋最緊要一樣嘢，初初嚟到我都覺得好平嘅台灣啲嘢，因為我帶住香港嘅心態嚟啊嘛。哇！啲樓又平，哇！食嘢又平，玩又平，乜都平。嗰四年幾後嘅我發覺啲嘢越嚟越貴，因為我冇收入啊嘛，記住。使費總額仲多過喺香港使，係啦，因為我香港我有收入，我使錢我唔覺啊嘛，係咪啊？我揾到高收入啊嘛，係咪先？但係喺度喂，即係蚊音，即係撳一掣，撳下掣，人來嘟嘟嘟，咁又少啲，嘟嘟嘟又少啲啊！即係陰啲陰啲就跟住嗱，啱啱嚟緊睇啦 ，Costco 加14% 人工，入職都42,000。哦，喂，有冇呢啲位我做啊？幾好啊！喂，請唔請老人家？可以留意下。入職都42,000得啦，42,000喺台灣實實唔差嘅，真係好好嘅生活。但係你睇代翻香港，唔係啊，萬零蚊。但你記住台灣42,000生活是很好的，消費水準是啊，因為你現在你試下叫我在台灣42,000人工台幣啊，幾難啊，真的不難，不是不容易的，不容易啊，真的不容易的。所以其實今天的節目都是主要奉勸現在未來台灣的香港人，即是香港朋友要申請的，大家心理準備真的要花不少錢啦。除了花錢之外，還要有毅力、決心、耐性。耐性是什麼呢？你真的等了，你不要想著一年他給你一年就拿身份證。其實我應該調整回，我幫下政府說先，是最少住滿一年，並不是你拿住了一年就可以申請身份證，即是一年以上啦，最少住滿一年你才有資格申請身份證。但是現在 sorry 啊，還要查你背景，還要查你的生意，是幾樣嘢嚟嘅，已經多了很多嘢噶啦，所以咧，要有毅力、決心、耐性同埋金錢。少一樣嘢，諗下其他啦，唔好真係唔好嘥。我即係以香港人，大家香港人啦，唔好嘥時間。你會好痛苦嘅喺台灣，每一日度日如年，你會好痛苦。每日見到啲錢係咁砰砰砰走，哇！請兩個夥計5,000-6,000蚊，噔噔噔噔，又要交租，噔噔噔噔，又要入貨，噔噔噔噔，跟住睇下生意又冇生意嘅喎，哇，都唔夠 cover 一個夥計，噔噔噔噔。你基本上同即係如果你有精神病咧，我諗你捱3.5年，我諗你都捱完之後入醫院得啦，你唔係話唔定好翻嘅喎，洗曬啊！反刺激之後，好翻冇事。好辛苦嘅呢、這個真係。係咁啊！呢個係嚟將來入嚟啦，但係咧。而家嚟喺台灣嘅咧，其實已經係俾好多人幸運嘅啦。因為有啲真係好想移民台灣嘅一啲朋友咧，係連投審會都過唔到。冇錯，係我都知道。等咗兩年幾啦，願意接受新制，乜都願意。到今時今日都未有任何消息，等咗超過兩年，有啲都有咁樣。有啲 reject 咗添。嚇，因為亦都有 reject 咗嘅，亦都有到而家未有成兩年幾，所以好把握。而家仲喺台灣嘅，咁啊夠制嘅就預咗可能會做多少少嘢啦，時間長啲啦，下做啦，一定。因為雖然夠制同你當初預期嘅費用係多咗嘅，
咁但係相比上嚟，你仲係俾三年制嗰啲咧，都仲係少嘅。咁呢個你可唔可以咁樣會舒服啲啊？咁就係調整翻，做翻認認真真一啲嘢，做翻即係同台灣有連結嘅生意啊，做翻即係我哋節目其實不嬲都係講好多正面嘅嘢，即係希望勸喻大家做翻啲啱嘅嘢噶嘛。咁雖然受歡迎啦咁但係都仲有少量人睇我哋嘅，咁嗰啲少量嘅朋友，希望你都認真啲啦，唔好走正面啊。啊咁啊，舊制嘅咁嘅心態先啦。咁啊，新制就更加啦，請兩個人，你咪更加可能去努力啲。反正有兩個員工咯，你咪睇下啊，即係計埋你自己三個人點樣去諗做好啲嘅生意咯，就唔好諗埋嗰啲。我同政府講請唔到人喎，如果政府話你請唔到人都可以俾你一個都批得到你嘅，咁後邊嗰啲唔全部都跟曬，個個都話請唔到人啦，請唔到人根本唔係一個理由嚟㗎。回歸投資本質，係啦，咁啊你。唔使諗噶啦，即係唔好留有任何嘅幻想把柄。仲有一樣嘢，嗱你嗱你咁，譬如請一個夥計，跟住就誒話請唔到人，咁其實呢、這個喂你識人哋唔識咩？嚇、啊、其他人唔識咩？好，如果好似你個 case 三年制嗰啲，哇一上去誒移民處個那個申請表嗰度，喂有20個人代表上嚟，喂有18個都係得識個夥計，跟住話請唔到人。你覺得人哋多唔多你？會批邊認唔認真咧？我哋覺得你話你係咪真係嘅咧？你哋玩嘢喎，唔好以為即係聰明反被聰明累嘅嗰啲嘢。對政府一定要長，即係安守本分。政府既永遠都係以日代勞，你咪慢慢玩咯。你玩唔到我㗎，係咪先？我揸住個印喺手，你咪玩咯。同埋基本上其實請唔到人都唔係理由嚟嘅，咁如果你揾呢啲理由就大把啦，生意做唔到啊，冇客啊，揾唔到鋪啊，租貴啊，或者問翻話政府點解你唔加人工？而家你諗住25,000即係最低工資請人工，你真係，但即係而家唔係話咩係事實嚟嘅，Costco 入職都42,000啦，係咪啊？你即係如果我要辛苦嘅，我點解唔係 Costco 做辛苦啊？是不是搬下貨啊，執下貨42,000啊，大佬，你25,000，我坐喺度得，我坐喺度同你望住個門口啊得。我公司唔好講遠啦，我公司有兩個全職員工，冇一個低過30,000。我公司，所以邊有可能？唔好幻想啊！邊有可能易啫喎？你真係要提下，真係25,000最低工資人工，你唔好諗住請到人而家。已經兩個世界啦，請到都唔方好嘢啦。如果一個你又唔可以年紀大喎，可能40多歲，台灣人40多歲，逗你二萬蚊人工，你諗下嗰個咩人啊？你諗下先啦，翻兩日唔見人啦，攞下病假，跟住又得閒啦，哎呀，我今日腳筋唔翻工啦。唔係路嗰只啦。咁啊，呢個請人一樣嘢啦，仲有就係關於生意啦。我哋都知道某啲新制嘅一啲申請人嗰啲鋪頭咧，就求其到爆炸嘅，得閒得幾件貨嘅啫。咁呢啲大家注意一下啦。你連自己都過唔到呢一關，即係你可以自己代入去你一個路人甲，行過呢間鋪頭，你會唔會入去買嘢？同埋你代入去你自己一個移民處嘅官員，我派你去 check 嗰間鋪頭，派你阿葉大去 check 緊鋪頭，你自己都過唔到自己啦，係咪啊？因為你住咗幾廿年，咁你由細到大喺台灣住噶嘛，真做生意同假做生意，你唔好當人傻先得㗎。喂，你而家600,000公司，仲求其個隔離啊，有個阿叔開嗰間幾廿萬嘅鋪喎，咁你話真係？即係呢啲大家注意一下啦，因為可能好多人都覺得我哋成日講啲嘢好似好唔啱聽咁，其實我哋每一句説話都係幫緊大家嘅。即係路係自己行嘅，啊，即係大人嚟㗎啦嘛，選擇自己選擇㗎啦。你點選擇，冇人幫到，冇人阻到你。你日鬧政府冇意思嘅，鬧政府咧，你越鬧咧，啲官員咧就會唔睬你嘅。你最好配合佢，所有政府都係㗎啦。任何一個政府都係㗎啦，你夠唔夠膽？你咁叻，夠去大陸鬧政府啊？一鬧佢兩18年後先見你啊！我諗即時失蹤啊！係咯，問題就係你呢個民主社會可以俾你鬧，但係你個身份記住，你係要求人哋俾個身份你啊嘛，係嘛？你要代入人哋嗰度啊嘛。如果你諗住你以你一人之力，唔好話一人之力，唉，1,000人之力啊！你香港人1,000人之力改變整個台灣。你唔好真唔好發夢啦！不過而家明顯真係台灣政府已經對香港人移民呢個政策咧，係好明顯改變曬嘅啦啲嘢。尤其是最近新聞都有講㗎，
咩蘇貞昌嗰啲都話咩紅色資本又好，又話咩背後各樣，其實我覺得係借啲耳嘅啫。講真，特登就係玩嚟，你講個條例係咪要收定點樣？因為佢香港好明顯係屬於大陸嘅一個裏邊嘅城市㗎啦。我哋唔可以再用以前嗰個方式啊，點樣點樣，即係咁明顯嘅信號之後，你再唔認真去面對，即係已經批咗俾你入嚟喺度，即係移民搞緊移民嘅嘢，你仲唔夠認真嘅話，咁冇得好怨喎。咁你唔可以話政府要做依樣嘢，你就鬧政府。喂，你自己覺得你係自己好人啫，咁你要諗下人哋點樣去界定你係好人咧？人哋唔係你心入邊嗰條蟲啊嘛。係咪啊？點知你嗰個就共諜嚟嘅？你大鑊啦！喺度搞搞震係咪先？所以你要做好自己先啦，做好你手頭上啊，三年要請兩個夥計啊，真係要認真做一份生意啦。連依度都做唔到嘅，咁你先啫。冇得好講啦。係啦，咁啊，希望今集有認真聽我哋講嘢嘅就真仲未認真做生意嘅都好快啲啊，好好思考下，試案啊，好好思考下。係啦。好啦，希望大家都順順利利啦，只能咁講啦。咁啊，下次再傾其他嘢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，記得幫我們按讚、訂閱，還有分享哦。